我们打字大概打了不到三分钟就和好了，很快。现在在中国，没有，他在客厅。会叫玉子烧吗？哎，你这个名字取得很好哎，列入考虑。因为他刚回来，他刚去运动，就要进来，可是不行，因为他昨天去剪了一个他随便进了一间100块理发，然后剪得很失败。他昨天，我昨天是这样的，他路边，我们在吃晚餐，然后他路边经过，他就说他要去剪那100块理发，然后他就进去了。我就跟他讲说，看你要随便进一家，他说对啊，不可能多丑吧，然后他就进去了。OK， 然后我就回家，然后领个包裹回到家，不到三秒钟门铃响了，我想说，嗯，这时候会有谁来我家？干，他回来了哎，也太快了吧！结果一看那个头超好笑，哎，我在那边笑了30分钟。